不动对，态很交奇互。怪。好玩是好玩，真的没有很难，他现在很走复路，杂。不知道为什么又不能瞄准。你摇用杆右是上下啊，不是，它是摇杆。我是摇摇杆杆啊，我的就是上下。摇杆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那个，然后他就一直走路。OK 了，可以动了。动。有风向。对。啊。快穿了，快穿了，快穿了！我们帮你到这边了。它为什么会自动放大啦？烦死了！它这哎、欸，这只它会打得掉地板吗？打得掉啊！可以啊，那个地板一点点而已。你没看你刚刚不是卡？还好吧，还蛮大一个的。就是一点点。好美啊！好美！我先离开，我先离开。打人了！哇哦！一点点，我把它削平了，比较好看一点。杰瑞，你在哪里？杰瑞，手榴弹，杰瑞，炸开了！神射手榴弹，可以下一局了。要丢神射手榴弹下来。哎，我来看看他神圣手榴弹啊！不是啊，打穿了你们要下来啊！他们没有要下来，他们都是这样。哎，不能用神圣手榴弹，这一关没有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帮你把洞打大一点啦。好好好，这个位置，好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哇，好，这个风，看一下。羊可以丢很远吗？羊是直接放在地上哎、欸，你想炸我吗？哦，好险你有问哎、欸，对你要是没问的话，哎、欸，你可不可以顺道飞到杰克旁边放羊啊？干嘛？问一下，我问一下嘛，奇怪、欸，他、欸、不能放了嘛，没关系，你有梦想，小力一点哦，哎。哦，飞起来！你飞上来了。哦，飞上来了。你要干嘛？你还有17秒，你还有17秒。羊羊。哎，骗人！羊过来了。你要再爆，你要爆！啊！哦，有，我爆到一下。所以羊是没办法推的。嗯。对。走。哦。我的弟弟。哦。我要死了，放弃。没关系。华莱是我的新技能，什么新？百万中拳。好，你看我又不会，哇塞，紫色的好帅哦！对哦，科技好。好，我镜头拉远一点。哇，好远哦！有不死啊？一定死吧？怎么可能不死？应该死吧？只有七滴耶，35，死去了。变成。嘟嘟鸟，嘟嘟鸟，嘟嘟鸟。起飞！起飞！哎呦，卡住，卡住！有一个，那里有一个，有一小哥，有一小哥。队友，队友，你坐在这里。队友，是不是这个贱货打你的？你怎么打队友？你打我、啊！让你试试看，你刚刚怎么打他的？你这坏人！哇，死了！做得好好！哇！哦，有回血可以吃了。啊，该我了。谁跟你啊？哎小，有种你就来呀、啊，来吧，有种你就开啊！哇哦，没了，32，
好痛哦！我还蛮好奇的棒子，是不是近战都比较痛啊？对啊，感觉近战都蛮痛的，对吧？是要用近战打。现在没有什么风。你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重拳他，挥棒落空。不要！好远呢、欸，好远呢、喔！人家不会有角度哎、欸，去哪里？三十一滴。哎呦！不要再动我镜头了。对啊，镜头拉大。好像有说断，可是想实在，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它。每位从中被检举，我不知道。从被检举。被检举。哎什么被检举？就我这边有人说苗哈那边的直播是不是出了一点问题？啊，没有啦，他这好像是他们说断了，可是我看后台写直播中，所以我就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哦，等这一局完我处理一下。掉下去了，再在土里。三十八，哎，没事。哦，三十滴。哇，哎。追踪、欸、有人说还能看、欸，追踪是哪一个啊？是还是好啊，那就没事。还有人能看。第一排，第一排的右边倒数第二个。美味重吻哦，不是重吻在旁边一个哦，你放过放过你，我打不赢你，先打死一只，先有梦想。哇，这高度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最大力哦，最大力哦。打到墙壁！哦不，你不要下来！我、哦、下来哎、欸，你跟……他会死的吧？不！不！四跟五的对决！哎呦，为什么掉啊？你妈一棒啊！哎呦！哎呦！有本事打一个墓碑啊！那墓碑才是我的本体哦！不要靠太近，靠太近你会撞回来。对，打他！现在打的是。打那个坏坏的墙，打那个坏坏的墙，打那个墙，好烦啊！墙坏坏，嗨！一小二小，哦，好去，哎呀，完了，哎，选武器中，选武器中，哦，还是好牛气。应该没了吧？一定没了啊！这么痛。30D，哎，后六砍30D也太痛。就是近战的保证伤害。嗯。对啊。我们刚刚后六砍全部都打到海里，完全不知道他近，完全不知道伤害多少。一拳150哎、欸！真的。直接秒杀。丢！哎呀。为什么我伤害领我还有一个奖励呀？人人有奖，承受最大奖 啊！这不会摔出去的。啊，这场我们就来一对一对一，然后我把载具那些调到全部哦。嗯，好，好。他武器你可以自己调哎、欸，武器我可以全给 啊！你可以全给、欸，我们完全给要不要？好 ，OK， 好啊，来，还是血量要厚一点。等一下，这有没有办法一键全给啊？血量厚一点，我怕连载不完了。我们只剩，我们现在已经9:40了。毁灭方案，就怕等下武器太强，不是大家都用追踪导弹啊？手榴弹有没有？还好啊，真的手榴弹要丢到。对啊，你不要再低洼地区就没事了。不然你站在高处，神圣手榴弹没有用啊。对啊，而且它丢到会弹走、对啊，它是玻璃瓶。有人想说，就是所有人只能用神圣手榴弹或走动这样子。不可能啦，大家站在在上面的就对啊，无敌啦，斜坡上的都无敌耶、啊。嗯。哦、我一直忘记按准备了。你说拿棒球棍互靠还可以啊？哦，真的棒球棍的我觉得可以。载具很多，炮台很多。
这一场我们不要有炮台跟载具好了。嗯，我们都用武道武器。好。好啊，都用道具。好。时间地雷很无。OK， 嗯，好了，好热，好啦，罐头在椰子树上，噔，我不知道怎么唱，风吹呀叮叮当当。叮当的心情不爽，我当然这里只有我跟繁星知道吧。要把罐头 K 到地上，都是正常啦。不是啊，云月应该也要知道吧？云月应该知道吧我没有玩，我不知道。啊、这广告很凶哎、欸！你们按 B， 好可怕、哦。请问 B 是什么？哇哦！明代花瓶。那个愤愤怒刺针。超膨胀明羊、欸，那个羊是进化版的羊，很多羊、欸、好可爱、喔、有啊！神奇的老奶奶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奶奶是干嘛用的啦、啊？对啊，哎、欸，下面有敏捷老太、欸，拜托，我还玩看老奶奶是什么东西好了，超壮敏捷老太，敏捷老太出来了，啊你要死，你怎么了？敏捷老太爆炸了，敏捷老太，哇，自杀，真的会推人啊！你是被他推到啊？推下来，是吗？啊，所以啊，所以羊要升到上面呢、啊。哦。羊妹妹要升到高级，才能推人。对。有升级过的羊就可以推人。为什么杰瑞是血变多啊？因为我刚才有吃到一个补包。他往上爬、啊，他先去吃补包。啊，我还扣，我刚原本300滴的说。300滴也太多。哦哦，干什么？干、哦、什么？那个无人机，那个无人机，干什么？啊！掉下去了！还是让一下爆炸、啊？杰克，我刚刚就随便玩。杰克，你是不是想吓我？吓到了，真的吓到了，成功吓到人了。哦，我还可以这次做事哦。你太多事情可以做了。刚刚那回合。哎、欸，我聊天室有人会唱那首歌哎、欸！哇，那表示我们可能是同一个年龄。然后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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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能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再按一下功能键，他就关机了。看不懂。等一下，我来试试看无人机，恶作剧无人机，还是真的只是恶作剧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们都有东西可以玩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位置吗？你在哪里？你的位置在左下角吗？左下角，我在左下角，我被关起来、欸。你怎么在里面啦、啊？我觉得你可以在、欸。我要看我还看不到，我会被那个旁边排名那个挡住哎、欸。为什么头上掉坦克了？是因为有载具那个掉落的吗？这什么？然后呢？我要哪一颗啊？看要打开，发射功能键。在刚空白吗？空白吗？空白吗？空白没按没用啊。啊，不然就是 Enter。嗯。我刚好看到什么什么切换火力，就是在有个东西好像跟 Enter 是重叠的，我看一下、啊，还是跟空白重叠的。在呢，按呢，按呢。哦，起来，我乱按，不知道到哪一颗。哼，为什么都要移到我这边来啦？压力很大哎、欸。因为他就在你旁边嘛。这不知道他干嘛的、欸，我可以再丢一台。哪一颗？哦，这一颗，低的样子。压力很大，不要。是他掉下来了。啊，请问观众他能干嘛？他们可以干嘛？再丢一台。哈哈哈哈哈！再丢去了。满地的。还是说它是触发陷阱用的、啊？哦，可能呢、欸，有可能压、地雷是吗？哼，哦，有可能，原来如此。五颗零，该谁了？小雨，哎、欸，小雨，小雨，观众有说有神圣，有点厚哎。小雨，观众说有神圣手榴弹强化。啊，可是不会炸我自己吧？
真的、欸、有一个神圣地雷手榴弹。杰克，还没轮到我。不知道干嘛，有点远哎、欸。我的背包在哪里、啊？我可能要很多回合我才有办法从里面出去。至少你在这期间是安全的。对啊，魔方物来说你算是一个很好的盾牌、欸。天然地形守护。然后我看不到那个喷射背包的那个是它是没有燃料限制啊。啊真假的？好像没有。无限吧？因为我是全部开无限。对啊，我看所有东西都没有次数限制。创造哎、欸。我怎么下不来？想上坦克啊！箭头，开走了，开走了，开走了，开走，开走，开走！你知道？跳下去啊！坦克跳下去！有一个叫神风特工队，对我就想用。那什么重置选择是干嘛？哦，我可以去架小雨，应该可以吧？开得过去的话。我觉得很远呢、欸。什么叫牛逼神手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杰克，我来了。好，牛逼神锁，对，好好笑。杰克，你现在好像一个招牌哦，蛮像的。这个是神风特工队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样放？他只能上下、啊，是不是？他是跟绑领结很像是那个，很像是拳头的吗？还是、啊、是飞过去吗？你会飞过去吗？哦、我试试看哦。是不是会飞过去啊？神风特工队，哇！去哪里？我死掉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是自杀突击队的意思啊！自杀的，自杀的。我死掉了，我还想玩。繁星今天的死法都好，我还想玩。杰瑞一直在玩老奶奶的动作，好不雅。我还没玩到神圣手榴弹。好，我还没玩。我，繁星，等一下我帮你玩。啊，完蛋，按到了。繁星，按到发射键，没了。有人可以来测试神圣手榴弹了。可以了，可以。帮小雨炸开那个坑吧。对啊，我那个坑。对啊，炸小雨的坑。明代花瓶，你是雕花泡会破掉这样子而已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有一个全哦哎、欸，他怎么直接放下？不是重点，重点你。那我知道用什么救小雨了，我知道了。明代花瓶吗？明代花瓶吗？你要赶快跑哎、欸！拯救小雨。你丢到这个洞里面，然后赶快飞走。不是，他好像是直接放出来，是不是？然后你要马上用那个飞走。放在地板上，五秒。对，所以你要马上，你要马上带那个飞走。你会空降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吗？应该可以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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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！来不及了，那个花瓶好恐怖，花瓶超可怕的。你来不及切换火那个喷射背包，腿麻了，对不对？干嘛？一个明代花瓶最好的这么可怕的杀伤力的、啊，你还是还在用这一个啦？小雨快有动，你快有动，我快有路了，我快有路了，我快射出来了，你快射出来了，别人换你上啊！你试试看那个啦，换你去上、啊，哎、欸，变我了，我赶紧找，我现在伸着手榴弹抓他看，我想直接离开这个坦克，这坦克在这里根本出不去，自杀鱼雷叫回天。叫回天，难怪你一次都会死掉，你们很过分的。你们这样子好吗？你去哪里？找一个位置可以炸杰克。干嘛？啊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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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的企图很明显哦。我跌脚了。哎、欸，让他知道明代花瓶的力量吧，杰克。
那会直接消失两个人吗？我们在拯救小雨计划。送吧，哈雷路亚！我怕你们等下再放花瓶，还没出去我就死了。神圣手榴弹有一个加强版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加强版在下面，黑色的神圣地雷。可是地雷、欸，我有一个地雷手，你可以先丢，然后用那个吧，无人机去之类的。试下看，先试下看。哎、欸，它是抛出去的啊？哦，抛出去就是地雷吗？这样子吗？应该是。哦，哈利路亚！哦，哇！哇哇哇哇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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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，想想，我们都是带着同样面具的。有五秒啦，看你可不可以飞走。明代花瓶哦，放上去马上切换背包，然后飞走。考验你年轻人的手速哦。他有一个背包生态版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不知道，超多东西。杰克，加油！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我在哪里啊？我在上面。而且喵还不要上面，哇，他竟然飞走了！真的。啊、哦，哎、欸，二级吗？二级。哎呦，你吃比较多伤害、欸。杰克。因为我刚按的，他不让我飞。不是，哇，你好可惜。你刚刚放了之后，你就剩五秒，你就没有可以飞的那个。你刚刚用什么梦特工队的？来来来，小雨要救你啊！好，可以这样子哦。小雨，这是追踪的。对啊，我说可以这样子哦。新的追踪啊！你是不是可以打？打错了。小雨，你可不可以用传送啊？虽然不知道怎么用。对啊，我不知道那个传送到底是怎样。试试看啊，试试看啊。看一下，有一个安全传送，你可以看。哎、欸，怎么用啊？看好多没玩到，而且我看到我选一直是那个机枪。哎、欸、有，哎、欸、有，有是这样选传送位置吗？哦、是吗？你试一下，你快点试试看啊！你喜欢地雷上面看看。Framing 哦。哎呦，过去了！哦呦呦呦呦！哦，不用救啊啊！花那么多时间，抱歉。我觉得你可以再传回去，是不是要再玩一个花瓶啦？只要我等下放在这里哦。那我要先走了。哎，该我了，我在哪里？哦，好多东西可以玩哦，真的哎，我还没玩到气球。对，我还想看气球。好多东西想看，好多东西想看，等一下可以再开一场全东西的。对啊。隧道到了。你下面还有补血，你不吃哦？吃完是不是？哦，啊，被走了！哇！我踩到地雷，你刚刚踩到那个地雷，好痛。看看玩什么呢？再丢一个神圣过去。看一下，追踪极速弹、喷射背包、气球，有个小罗罗，小罗不知道是什么。找啊，找啊。先飞一下。延迟。什么延迟？有一个叫延迟极速弹，去哪里？去哪里呀、啊？那边每个人都能，每个人都能飞呀、啊。哎、欸，你被炸下来，你也是摔很惨哎、欸。这什么？这什么啊？哦，这啥？这是干嘛？这到底什么鬼东西？干嘛？你这叫什么名字啊？小罗罗，小罗罗，一堆小罗罗，他是会打人吗？就是会打人啊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他会，哎呦会打人哎！不要打我！
好凶哦！好痛哦！哦哦，蛮痛的。哎、欸，如果全都打在雨月身上，那个坑很痛哎。送给小雨一台，送给我一台车车。我要试试看这个。把那个叫小罗罗打下来啊！对啊。上面那个啦，血最多欸，他嚣张太久了，259欸，对啊，你说上面那个吗？259欸，对啊，上面那个小罗罗的，我不要啦，我不要啦，259欸，他血最多欸，你们血加起来比他少欸，真的欸，真的，这是什么啊？蜜蜂，你那把叫什么？乳汁，乳汁听起来有点好吃，那地乳汁，哦，你说很像那个，这看起来很像大喇叭。啊！这什么东西？哦哦不！不要再叫我，拜托！这里好恐怖，好镭射哦！好惨哦！可是刚刚打掉它好像没什么效果哎。机器人在载地里面可能没事吧？哎、欸，不是后面才扣吗？哎、欸，没扣哎、欸，可能没扣，应该在载地里面没事吧？这个武器、啊。谢谢。打他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会不会被车子挡住啊？嗯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喂，喂，先上车吧。你不是可以哦？对啊，他真的是上车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用追踪啊、哦？现在你大顺风哎、欸。你说追踪？用导弹啊，导弹一击中。哦，有可能。咦？咦？哎，怎么那个？再发射，再射一次，再射一次，再发射，射空一点地方。掉在头上，还好哎、欸，你挡到我的视野了。没有完全命中吗？只是打到地板而已。嗯、打到地板。我以为啊，机器头，你去吃补啊。机器头不能玩东西耶。你去吃补啊。对啊对啊，可以下来啊，可以下来啊。一百哦，太多了，打他，他要血最多，补太多了，太多血了。想弯看，你那什么、啊、哥，很羊哦，你是羊吗 ？X， 不是，把我丢到哪里去了？太高了，什么炸弹？哇哇哇，音乐！什么干什么？礼物给你，礼物给你。他要干嘛？礼物藏过去，好恐怖哦！过去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！好恐怖。他不会那个，他不会动吗？他不会有事啊？你好，我们又要救小弟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要救小弟，我当然是玩新的、啊，而且还是什么？他是可以开的东西吗？我是你就叫小弟了。真不速之礼。啊！所以这礼物到底是干嘛？我以为是可以炸人。给我机会！啊！烧掉了！修凯，你去触发他了，是不是？礼物变色了，礼物变色了。这个是无人机的，不是无人机的那个。无人机在那边，然后能干嘛？不是礼物变色，礼物从金色变红色。嗯，哦，算是回合，还是多碰几次会那个？你还是赶快离开那边吧。对啊，我觉得很危险。你不吃个补包吗？哎、欸，好主意啊，吃个补包。回去吃一下。走喽。这里有什么？有一个地。哈哈哈！看怎么飞来飞去。下面、这里有个箱子。你要开箱子吗？不是都已经全解锁了？对耶。对啊，一些补给物，那好像是可以合成用的，可以合成，可以合成，可是没有啥、啊，一两天。好，来玩东西了，十秒，这十一秒，十秒了，十秒。这个是什么？机枪，那是机枪，机枪。好了，结束了。哦，那是它是一个炮台，可以自动守卫的吗？砰！爆了，爆了，你走了，两回合爆炸。嗯。哦，所以你要变到说可能要很长的回合了，就可能刚好下一回合是陨月，不是陨月的话，他就完蛋了、啊。对对啊，对啊，或者是像刚刚那个每个人有四只的情况，嗯嗯，对，就不一定会控到那一只，他就死定了。
哎呦！啊！我要跳了。你怎么反省了？我刚想说我要害怕。今天反省了吗？完了，我突然不知道干嘛。咦，飞不上去啊！太胖了，他不能持续飞啊！他不是滑行的，他是滑行。你离开他吧，你每一样东西都比他痛哎、欸。你不要不要跳舞好吗？你就把他送下去、喔。哎、欸，你如果要揍他，你是不是下来然后用 Holy Can 比较痛？我对啊，你觉得你用武器吧？没有哎、欸，五十滴耶。没有，你用那个加衰落啊，百万拳击什么的那个还比较痛、欸。百万拳击那个比较痛。对啊。原来如此。杰瑞，你知道该打谁了？我知道，看起来血量最多的。现在不打我也很奇怪了，我血量还有载具的。你又想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这么高？你是要用核弹哦、喔？我看有什么好玩的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火箭炮馅饼？还有什么好玩的？长得跟火箭炮一样。那种感觉。照样都是小雨啊！对啊，你说什么？那个，你就在那个这么在那个坑，你是不是觉得回去你刚刚那个地方还比较安全？对啊，我等下传回去好了。然后就大家都传进去算了，传进去再丢一颗那个，丢一颗神圣手榴弹去。哦，中了！哇，烧烧哦，小雨没事。哎、欸，不要烫到我！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三十六。还好，因为载具挡住了吧？载具太那。载具挡不住花瓶。想玩绵羊？你要看看小雨在那边。绵羊一直往下走的话。五千吗？那绵羊是可以控的吗？还是不可以控的？不行，你绵羊丢出去，你点，然后它就爆了。左右动一下啦。绵羊丢它自己，它自己走。它自己走。哎、欸，我看有个绵羊发射器，要不要玩看这个？可以把绵羊射。绵羊发射器这个吗？对。绵羊。我怎么想都是小雨遭殃哎。对。啊！哦，有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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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主人在右边。羊，哦，羊爆了，羊爆了，羊红爆很大一个哦。有人领先六滴血了哦。怎么血那么多？都有吃补包啊。还有火鸡啊。嗯，这样。这好多种绵羊哦，偷出绵羊呢？还是虐待老太太吧？火鸡，吃火鸡，超级香蕉炸弹！哎，要修啊！完了，完了！你那火鸡，再毁了！火鸡没有马上爆、哦，哇，好棒哦！哎哇哦！死了啦！哇，我死去了！哇，死了！死了！哇，还是死无全尸哎！撑下去！我这么强哎！我这个上去不去那边了。下来了啦！不要做载具了啦！好了好了，不要做载具。给你创造，你还在骑马？你传送直接传送？对啊。给你创造还在骑马？传送啦！传送了啦！啊，哎，不行，我先下不来。哎，白痴，我按到什么？空，你按到了，你射出来了。是宅，我射了。宅巨高炸。没有，他刚刚是拿到那个，他刚刚手上拿火箭炮。哎，你这样也很安全哎、欸，你有天花板。对来说是还蛮安全的。你想干嘛？想干嘛？
我现在不是血量最多的哦。看来有人想要揍人哦。好哦，哦，他闯过去了。哎、欸欸，怎么？哦，你被机枪射到了。你被机枪射过来了。那个机枪有这么猛哦？哦呦，自动手握机枪。他看到，他看到我了。嗯，换人的回合了。哇！你刚刚想干嘛？哇塞！你是不是想这个啊？白换吗？哎、欸，他这里有机会进洞哦，进海里。我觉得打到直升机那边呢、欸。直升机，出发喽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差一点，啊，小雨叫你平常吃多一点吧。哦呦，真是的。平常不吃多一点。够大、啊。真的，应该再大一点的，可恶。然后还有没有重新的？哎呦，一模哎、欸，有机会哦。有的角度就有机会了。有了有了。在哪里啊？那个。紫色拳头，紫色拳头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结束了？什么拜？我不知道。时间传送，传送完就结束。他可能哦，他传送快快了。哦，哎、嗯欸，你知道要报仇喽？哎、欸，你直接走下去了。哎呀，有再多血也没有用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可以给你机会，你不留？没有啊，时间过了。嗯，没了没了，哎、我先拖一老子下去，哎哎哎哎，什么？对了，哎呀，来哦，快跳舞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他来哦，哎呀，我觉得死吗？我们来试看看会不会一起死哦？应该会吧？我觉得不会耶。就哇、哦呦，哇，结果你死了，苗花还活着吗？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哦，这好没用哦，这一招。对啊，七，然后死掉就死一只，太烂了吧？超烂，好没用哦。我以为他至少会带走人啊，除非是往下直射，有没有？哦，把他射一起丢下去这样。嗯，我挖一个直坑就有可能了。对啊，这个好没用哦，这个好没用。真的是，这时间过好快哦，十点哎。这真的很好笑。还要再玩其他的道具吗？还是今天就先这样？应该先这样了吧。改天吧。改天吧。我觉得一场太久了。嗯、休息啦。好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休息啦。晚安。谢谢大家啦，大家晚安啦。晚安。拜拜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。这款，嘿，这款是之前就说高尔夫球有时候要买的，就当时就只有我跟杰瑞买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今天玩得蛮开心的，除了第一场以外。好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，每天都在 FB 七点直播哦，有兴趣的可以来看看我哦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好啦，我们回去玩魔物猎人吧。ESC 是，之前是有。知道百战天虫这个东西，可是不知道玩起来这么北七。好，回来了，阿郎嘞，怎么没出现 ？HTT， 阿郎嘞，好啦，要休息的赶快休息哦，感觉明天就是开工还是什么的，要休息的晚安，那我就继续开台，如果愿意留下来的就留下来帮我挂台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我们回去继续玩，今天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满18岁了，恭喜啊，之后的日子都会觉得时间过很快，哈哈哈嗯 ，Green 哇，棺材瞬间少那么多人。今天该11点关吧。好啦，如果真的还有要打什么，就打到12点，不然每天这样开，其实体力有点透支。
没有，其实我可以一直玩，只是我还要抽一些时间出来剪片，然后弄一些一大堆东西。